家早安，我们今天来绿世界玩，今天来带大家去看看一些新奇可爱的动物。那等一下如果有表演的话，再给大家欣赏一下哦。来，我们走，先去买票。它的票价。Thank you.
上有着鲜艳的黄色与蓝色羽毛，它叫黄腹蓝鹅与金刚鹦鹉。它最喜欢拼图喽，首先红色放到正中间，答对了，帮它拍拍手。那我们再接下一把，接下来蓝色正方形应该放进哪一边呢？左手边，答对了，非常好。但是还有最后一位，最困难的黄色三角形，将站到最前有办法哦。右手边，答对了，自己管这个字是洗衣服的意思啦。因为很多人看他吃东西的时候喜欢用双手抓着东西，而且有时候还会放在水里面拖拖拖拖，看起来好像很爱干净哦，所以大家就叫他浣熊。看一下这大名眼睛，赶快认清楚这三个大特征哦。如果你刚好坐在我们第一排，是不是有三个洞吗？你坐在洞口后面的话，我就请你来帮我。对，但是我看到没有人，所以呢我要来数到三，看谁是第一个。那你三个人可以跟他互动，抬手放下。对对对，然后后面的人不要站起来，旁边的人不要伸手。一二三，我就知道了。看那个同学头上不是有两个短短的脚，我们可以轻轻摸他身体这边，他喜欢人家摸这里。来，我们不要站起来，坐下来哦。我那个看到他就是不会有长脚，他不会咬人，他很乖。不会搞错啦。他是男生哦，是他的鹿角。千万不要因为有今天摸的男生蓝大怪啦。好啦，来，开始换男生。规则是一次拿一个，看谁套完之后圈圈谁就。一次拿一个。但是我们要先安慰一下蛋蛋同学，蛋蛋，你刚刚是欧北来的，帅你，带鼻子好不好？带鼻子来。哇，他头歪歪的，不想理我们，好像很生气。好啊，他说我们要跟李明讲清楚，那李明你要听好游戏规则，我们一次得拿一个，知道吗？一次一个哦。那你的宠物呢？知道吗？红色的，不可以再作弊了。好啦，他姐手越来越用力了，知道了啦，他不会再乱玩了。好啦，我们蛋蛋原谅自己哦，会照规矩来。好，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，加油加油！我们一次一次拿一个，看谁速度快，谁开始赢家哦。很好很好，两个都拿一个，但是放在地板上面。要把它弄。好，你拿到第一分了，第二分速度非常快，哇，瞬间就来到了三比一了。这样这样，蛋蛋，我们永远不要放弃，都有机会哦。
嘿嘿，那今天的旅程就到这边结束咯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再麻烦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，感谢你哦，拜拜。